主子，今日习琴。所谓天圆地方，琴面为天，琴底为地。传说伏羲、卓同为琴，绳丝为弦，耿桑为瑟，三尺六寸五分，上有五弦，曰宫商角徵羽。后，周文王为悼念他过世的儿子伯邑考，加了一根弦，再由武王伐纣。 又加一弦，上有七弦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，所幸琴先记的是位置。左右手共一十三挥，先练熟了，再学音调。希望琴能补拙吧。主子以为这里只主子一人勤奋吗？你不用笑话我，我下辈努力就是了。 你启蒙太迟，还寻渐进的法子不适用于你。你需懂得投机取巧。刹罗城主赐你婉媚之德，是看在你有媚态。媚，不是矫揉造作。媚，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流风余韵，是旁人想要不自觉的靠近。旁人要事情为本，你要事情为底，情为正，你为邪魅。 琴风如沐春风，你却心念夜行百鬼。不要小气时髦，心有灵犀，蛊惑人心才是习琴的根本。琴能安神，更能撩拨。思念楚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音不可以盲从，要依附在对方最软弱的地方，以及击中。手尖放松，下巴。 收住，双目不可盯着琴，要看着听琴的人。泛音时，左手触弦要轻，如轻雨飘下，雪融无声。你多年风餐露宿，肤色略黄，贪食。 只会适得其反。武不同，武艺不同。目前主子的仪态还不够，唯有七德武。女子巾帼披甲，英姿飒飒，刚中带柔，可以掩盖主子的缺陷。 腰肢纤细，姿态袅娜，指尖柔若无骨，舞袖流动起伏，神色冰霜，眼波如水。注意节奏，灵与灵不可相碰。 Thank you.